陈东创作，头陀渊、小桃红为您播讲的圣虚，后期制作平海林风。第1923集，轰隆一声，五皇很猛，即便是当年都敢硬扛黎达，何况是现在呢？结出一个硕大的赤金拳翼向前轰了过去，当的一声，天地爆鸣，星海沸腾，周边一些行星都在迅速的炸开，而且是席卷八荒，星体积粉无数，蔓延向宇宙深处。你们也都给我过来！黎达大吼，拳印遮天，三条龙昂首立起，要吞掉宇宙八荒。拳印化形成为真龙，冲出一簇簇，一片又一片，每一组都有三条龙横扫这片星海，肆虐这片宇宙。一时间，无论太恒几人愿意与否，都被攻击了，都不得不参战。没有人敢小觑黎达的攻击力，哪怕他现在不见得是活着的人。轰的一声，真正的开天辟地混沌气大爆炸，这一片星地彻底被毁掉了，几大高手下场，让天宇都成为绝地。行星如尘埃，当能量波涛扫过时，接连的爆开，而后又湮灭。黎达发狂，这些年的磨难让他似乎也有无边的怒气运在心底，现在爆发了出来，只身独对群雄。李达，我来杀就足够了。五皇不甘示弱，哪怕这个时候了，他也想只身镇杀之。其他人则是脸色阴沉，李达这种挑衅，这样同时对他们出手过于轻慢他们了。轰隆一声，太恒出击，眉心发光，一片紫光侵蚀对手的魂力，要从根本上解决掉黎达，灭他灵魂。来吧，打一个人不够痛快，打一群才尽兴。黎达近乎癫狂，下一刻人们体会到他的恐怖。黎达周身一股奇异能量化作阴与阳二柴，开始接引大空之火，要抢夺过来，据为己用，焚烧诸敌。太恒等人都动容，黎达处在这种境地下，还敢这么强势地夺对手的无上宝火？武皇怒了，同时也一惊，黎达曾进入过大阴间，难道被他采摘到了唯有传说中才有的阴阳二柴吗？隆隆的火光沸腾，一下子化作千万丈高，被黎达收走部分，据为己用。吾皇冷漠，给我炸开！没有人可以虎口夺食，竟敢收他的至宝。天空之火裂天，烧毁苍穹，这个时候直接炸开，化成千万份，肆虐宇宙海，骇人至极。纵然是太恒几人也都在躲避，不愿沾上一丝，这东西太难缠了，未能射人。接着千万道弱小的火光重聚，再次组成刺目的大空之火向前覆盖过去，要烧毁黎达的大道。五疯子动了震怒，同时间数十重不灭身齐出，正是所谓的63死身再现，共同镇压黎达。而且每一道死身都在驾驭部分大空之火，要毁灭一切。说是数十真身级战力，可世间讲究平衡，哪有那么多，不过是借天地万物之力，看我一身融婉道化红炉破你。黎达喝道，此时他体外的奇异能量瞬间爆发了，而后像是在祭裂，在锻造，发出铿锵的金属颤音，一座炉体浮现，承载着它轰向了五皇，并且这个炉体居然在吸收大空之火的光，汲取能量，也在阻击五皇数十不灭身，使他们灵性减弱。无人可断我之道，五疯子默然开口，依旧不在意。在他震动躯体时，数十不灭身灵性暴涨，
不仅全面恢复过来，而且气势更盛了，并且转瞬间一道时间河流浮现，环绕武皇身盘，浮现出最为可怕的光阴能量。武皇双手一合，时间之刀闪烁而出，他要直接斩杀黎达。这一刀出现后，其他人都毛骨发寒，迅速后退，欲脱离战场，怕被波及。因为涉及到时间的能量，谁不心惧，谁不忌惮呢？黎达瞳孔收缩，时光碎片铸成一刀，连他也不得不严肃无比盯住了武皇手中的雪亮刀刃。这时数十个武疯子合围，都持着时间之刀，积聚能量，准备一举彻底轰杀黎达。武疯子现在有绝对无敌的自信，俯瞰宇宙星空。黎达，你回来的太迟了，多少个大事都过去了，你已经跟不上时代。我先后挖开阳间几座传说中不可撼动的禁忌名山，只为寻妙术。到了我这个层次，也遇到了不可想象的可怖遗骸。亿万载岁月前遗留下的无敌师，便是强如我，以九死一生为之不寒而栗，可终有所获，得到了排位古今前三内的无敌术。武皇黑发飞扬，手中时光之刀越发的绚烂，一旦斩出，古今未来究竟有几人可挡住，可活下来？他继续开口，时光谁能把握，谁又能抓牢在掌心，我掌握了时光术，被我所得，再加上我的重塑，已经压盖古今，再也无数可比，无法可敌，无道可挡，天上地下至强，谁能阻我，谁能压我，望穿古今，谁堪与我为敌。时光术被你挖出，李达一叹，有些动容，也有些感慨，但是最终却是至强气息大爆发。他依旧自信，没有一丝的颓然，相反身上的奇异能量更浓郁了，而且他主动下手了，一声低吼响彻寰宇诸天。这一刻武皇被攻击，先是无声无息，而后如究极雷霆炸开，爆发在被攻击者的心底最深处，震荡大道。所有人都惊骇，大道之路要断了，感觉是如此的可怕，进化的前方似乎是断崖。轰的一声，武皇时光之刀颤抖，数次要落下去，结果都难以完成那艰难的终极一斩。李达，并且这个时候有其他人怒吼出声，同时亦伴着李达的声音，都说了要打爆你们的狗头，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。所有人都惊骇，发生了什么呢？噗的一声，宇宙中有人在咳血，不止如此，他的面部与额骨四分五裂，被黎达一拳几乎打爆。闷哼声，怒吼声在一刹那响起，不止一人中招，刚才黎达拳印如苍天，轰落下去时竟是一人打朱迪，无差别攻击。有人眉心裂开，鲜血四溅，有人额头出现一个窟窿，魂光激烈的闪耀，出离的愤怒，还有人披头散发，头颅爆裂。黎达发声，打爆你们的狗头。这个时候没人敢不当真了。武皇相对还好，他避开了那不可思议的攻击，同时他终于落下了那终极一刀。千古悠悠，大道沉坠，谁能挡我一刀？古今谁堪与我为敌？时光碎片铸成一刀，盈盈灿灿，倒映史前，映照未来。史前洪荒岁月流淌，众生祷告，无数的生灵伏在武疯子的脚下，共同祭炼这柄特殊的刀。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
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多多点赞评论，喜欢请订阅此专辑，转发到朋友圈，谢谢。